哭过又没人哄，都怎么算完？你们爱过又没结局，都怎么了断？你们背井离乡千里，都怎么吃饭？你们辗转反侧难眠，都怎么取暖？你们年轻又要变老，都怎么修炼？你们放纵又不沦落，都怎么两全？你们曾经伤害了谁，都怎么偿还？你们终于苦尽甘来，都怎么陪伴？你们是否和我一样，总有柔寡断，心怀自由却终究难逃为人的负担？你们是否和我一样，总是感觉到为难，害怕得罪又反复陷入爱的循环？你们是否和我一样，到懂事太晚，想要挽留却发现那人再也寻不见？你们是否和我一样，都不会计算十万八千要多少心疼才能